ground shake. Hello， 看到这个正妹就知道今天要介绍一台美丽又帅气的车，叫做福特野马的 GT 哦。我们看一下，哟，在我的正前方啊，这样走过来，哇，看正妹哦，我要上车好了。哇，它里面也是做成像赛车一样的。啊，等一下我先介绍一下它的外观好了，先看一下外观，看一下正面哦。哇，它轮胎做的很细致哎，它后面是这是挡泥板还是遮风的啊？我不太确定它是做什么用的，不过这样子其实还蛮帅的。它没有导流罩哎，我等一下去改车，你看效果怎么样好了。它后面还有防滚架，开太快的话它可以有。防冲击的功能。OK， 它的轮胎是米其林的，还有那个什么刹车的，哇哦，好棒哦！看它正面，正面有两个灯是亮的，它应该可以开四个灯吧？应该是可以改装。OK， 我们看它里面好了。哇，野马的那个 Mark 哎，我下面那个是什么？那个是加速器吧？我用另外一个视角看一下好了。这个视角，太远太远了。OK， 这个应该是要不太好转啊。哦，转太快就跑出去了。这么灵敏哦。好，后面那个加速器还有一个在后面哎。哇，看一下这加速器，哇，那很像马达还是什么的，不确定是什么东西。OK， 它有两个加速器，然后按钮，哇哦，贴图做的很棒哎，哇，看到我啦，正妹，好，我们就直接试驾一下啦。哦，声音不一样，哇！旁边还喷火哎，它的排气管在旁边哎，看一下，哇，超屌的啦！今天又是无车日。OK， 今天那个修车厂老板不在啊，那我们就直接用他的外挂来修改他好了。先看一下他的修改器在哪啊。OK， 找到了，他的原厂的扰流罩是没有的。好，这边加一个是翘，这是什么 ？OK， 它是有不同款式啊。这一款比较还好哎，看看还有什么其他特别的东西。哇、GT 扰流罩，其实我们就选最后一个吧，就是大稍微看一下。OK， 这个乱码不知道是什么，不过就是选一下好了。这个是哦，这前面的啦，这是引擎盖的部分，看这两个，然后哦，是什么？哇，这样子还蛮好看的。哈，这个大的是什么啦？难道后面那个是喷气口吗？吹在玻璃上面不太好吧？哦，这是引擎哎，引擎就直接出来了。这引擎朝上的，哈，哇，野马当然就是要用这种引擎比较好看啊。虽然说挡在正中间 ，OK， 我换另外一个，这个是什么？这上面的 ，OK， 我一个是旁边的哦，后面有加装那个，这个是什么扰流板吗？还是什么东西 ？OK， 我们就改一个这个上面有这个颜色的 EMS upgrade， 是涡轮吗？还是什么？
是哎，好像是引擎还是什么东西的。OK， stuck， stuck， 这应该是哦那个，诶、欸、，sport， 这是运动的，还有 race 竞速。一时想不起来它是什么东西。好了，完了，进去了。这个就给他选 race 好了。stuck 这是什么？我看不太出来是什么东西、欸。他的手怎么了？为什么这样子？他的手怪怪的。OK， 这里我看不太出来，什么 Doremi 啊 ？Doremi 这个名称，这应该不是什么东西吧 ？OK， 我们直接看这个 lower 是底盘吗？这是底盘吗 ？Sport。OK， 这个啊，这乱码真的看不太到什么东西啊，这个。OK， 这应该是防撞的载具的那个什么防撞功能吧？那个100%好了。Paint， 我觉得那个颜色要换一个啦。这个颜色用经典的红色好了。对嘛？那黑色看起来就看不太到什么东西了。那这个副色调给它换个颜色。哇哦，红色配灰色，我觉得用黑色好了，红黑。诶，讲是不是很好看，红黑色 ,OK, 那它还有这个是这个是什么 ?Left, Right, Front, Back, 这是哦下面的灯啊，下面的灯我觉得不要放，这个门是可以全部打开的，它只有左右两边的门吗？后车厢不能开啊，后的是什么Trunk， 没有办法开啊，关门啦、啊。那窗户的部分可以改颜色吧 ？OK， 黑色。哎，中间个小洞哎、欸，这个小洞是干嘛用的、啊？可以看里面用的吗？为什么用这个小洞呢？这个小洞有点怪啊。我们保留，哎，不是，是它原本就有小洞。OK， 我们换了黑色好了，就比较隐私一点嘛，对不对？好的，我看看这个 front right 是干嘛的？哦，它是可以把玻璃拆掉，是吗？这是 open 的意思。left， OK， 它其实可以把它关掉啊。back， 后面左边的窗户，然后右边后面的窗户。可以把它拆掉，全部的 window， OK， 把它 close 好了， close 起来， OK， 这样子，好，就是因为外面太热，我觉得要在里面吹冷气啊，这个玻璃还是要有嘛， OK， 然后这个是什么 ？Clear， 哦、oh, ，OK， 这没有东西 ，OK，Extra 是 ，OK， 这个就先这样吧。3, 2, 1, go！ 哎、欸，这次比较顺利一点啊！好啦，冲冲冲冲冲！加速加速！300了，300了！来来来，400！冲啊冲啊！嗡嗡嗡！哇，这个野马好快啊！450！为什么会刹车？会撞到东西啊？为什么会这样？好、哦、啊，再加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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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速！喂、哎，哦，哈哈，啊，超惨的，直接撞到杆子啊！我们再上去一下。OK， 我们又上来了。这次我们应该不会再累了吧？希望是这样。我觉得是它底盘太低了啦，低底盘的关系啊。我改一下它的车子的高度啊，这高度可能要再高一点吧。这要是哪一个啊？看一下啊 ，stuck 哦，这个、啊、是多少会有一些影响 ，stuck， 然后这个是没有什么变化，这也是没什么变化，对，看起来是一样的，差不多啊，
slower start 这个诶这没什么差、啊、好我们先就再来一次吧这次就给它慢慢的撸下去然后再加速好来三二一走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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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的开下去慢慢的开下去 OK 好冲了哦超级快的啦哦看到地面看到地面了没有办法破500来个500吧500为什么会翻车啊为什么会翻车哈哈哦不哦哦哇好惨哦 OK 我们再次挑战这个超长赛道好啦 3,2,1 GO 冲冲冲冲冲冲啊300了啊轮子会一直转弯300 400有500有这次有比较稳定一点的600有没有办法做有办法超过1000吗有办法吗看来只有到670了至少是很稳定的670的速度持平快点只有672这应该是它的极限的吧OK 我们的终点快到了在前方而已这个路好远啊到底要开多远好看到前方了快到咯诶打滑打滑打滑我还是掉下去了啊又是泡水车啊泡水车了 OK 这是洛圣都的夜晚现在是接近睡眠时间大家都要休息了路上的车子还非常的少我看到他车灯只有2个嘛对不对然后他开大灯有4颗大灯 OK 他后面的灯就这样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啊好我们今天车子介绍到这边了